因为按照我们刚刚的那个原则，我们两个不能够在同一个房间。
只要走南岸就有所谓的什么两岸中途啊、中途台啊什么这些问题啊。那但是这个南岸原则，所以就形成了一个外交的惯例。从他的角度，他就主张说，方面要我只是在看一个电影而已啊，我只是在看电影。虽然这部电影是在南岸中心上看录制的，但是他肯定就是主张是在看电影。所以他的讲话，我的讲话都有列入列入档案去正式的发言的记录。但是从那时候开始，方面的发展没有办法满足，所以也没有特别的去做到。那那时候就变成另外条款的地方。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当时蛮觉得是很标新立异的。但是到了去年的欧洲大会，就是用视频在开会，已经变成了所谓的新常态啊。这个问题不是问我的，是问麦克风的，你们可能会清楚一点的。喂，这个麦克风好像感觉比较清楚了，有没有？用了啊，对，所以数位麦克风啊，数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啊，这个就比较清楚，这个就。我们看到至少有三位麦克风啊，四位麦克风啊，这就是数位麦克风。好，感谢这六十九位朋友成功的让我们升级到麦克风二点零啊，对吧？好的，有五十六位朋友想要知道说，为什么我明明很聪明啊，却是甘于只当一个政务委员啊？那你就错了，我是数位政务委员啊，是好几个政务委员啊。数位政务委员。那数位政委的意思就是大家都可以通过我的分享，好比像说我有 YouTube 频道嘛 ，Peter's 频道，或者是我们有 Digital Minister 有 TW 这个网站。那大家通过我的频道，通过我的网站，其实随时都可以看到我工作的记录啊、内容啊等等。像我刚刚才去人电卡直播过来，所以在电卡频道也看得到我。但是我参加私教活动，我们这边会有一个侧拍，所以侧拍也很快会放到我们 Peter's 频道上。这样子的话，任何人对于那我在政府下面的工作有什么建议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让我知道，那我就会把你也变成好像说，哎，那你请你来嘛，你也是相当于政委这样。我们的好比像说报讯人员的改造，或者是我们的上山致敬、上台致敬、中央战士登山啊等等，都是一群看不顺眼我们数位服务的很多很年轻的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像中央平台给我们提案，我就想说，好啊，那你请你来吧。那以我的理解，现在在新课堂里面，好像很多公益老师已经把好群众平台提案，好像说中学生应该要学个好教育管理案，那或者是这个学习历程的上传，应该上传到你们班表，然后档案大小太大，上传不上去什么之类啊，这些都是我们平台上面真正的提案。所以透过这些平台，我也不是一位政委，我是说在场的各位啊，都是政委啊，所以就是数位政委的这个概念嘛。啊，谢谢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好的，有其实在外面我们会说我的近期的巨人的结局啊，怎么怎么看的啊？那我的一个习惯就是我很不喜欢等很久才能够追到下一话，所以任何的漫画都是他画完的那个时候我才开始看。所以呢，近期的巨人也不意外，就是他的最终画出来之后啊，我就这个礼拜的周一、周二、周三啊，都比较晚睡了，熬夜了，就三个晚上加起来，把他所有的漫画都就是从第一话开始看完了，然后结果。创作能力真的很厉害，感觉很非常非常让人能够了解到说，每一集他每画出来的时候，都会把前面的那个概念做一个翻转，好像说每一画我们本来觉得说，这个是好人吧，这个是坏人吧，民族主义好像不错，到下一画就说民族主义真是烂透了，然后到下一画又说民族主义还是有必要的，真的真的就是每个都把前面的这样子翻过去。那我觉得他在最终话里面，当然感觉是有点改了，
就是好像就是两三话的内容啊，放在童话里面把它画完，但是我想它很明确的表现出来说，大家要有一个假想敌的这个感觉哦，可能是不必要的。可是大家了解到这是不必要这件事情，确实要透过就是相当大规模的毁灭，有点像是二次大战之后联合国才能够组成，因为二次大战之前大家都卡在民族主义。根本没有力气去想联合国这种事情，那我觉得他蛮好的，去把二次大战战后啊，或者说你在世界上现在推行这个核不扩散啊，不要有核武啊等等的这些想法，是他在学术界上面、国际关系上面是很多的理论，但是很抽象。那我觉得这几个剧，尤其到最后的这几话，把这些国际上面的各种各样子的想法都描绘得非常清楚。所以我觉得是很好的，就是公民国际关系、核不扩散、气候变迁等等这些世界性问题啊的一个教材。我觉得我自己也学到很多很好的表现的方式。有86位朋友啊，今天按赞数量越来越多了。有86位朋友问说，请问您是在14、15岁就出社会，那16岁就开了电脑公司，而且33岁啊就从私部门从经纪部门退休。那请问在中间的期间有没有碰到什么挫折啊，并且是怎么样子解决的？创业大概就是不断的碰到挫折吧。我前几个创业都没有成功，有的是投资刚好拿回来，也有一些是血本无归啊，这个都是创业常常会碰到的事情。那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我创业的时候不是只是为了我自己这家公司有赚钱或股东有赚钱，我透过自由软体、开放原始码等等的这些社群的倡议，会变成就算我的公司好了，那但是我中间创作出来的东西，其实生态圈里面每个人都有点去使用，因为我抛弃掉了大部分的著作财产权，也就把自己的工作变成别人的素材。那在当时这是一个相当激进的一个概念，就是大家都不要主张著作权，大家都彼此分享。但是自维这个维基百科啊、开放截图啊等等的这些计划的成功 ，Firefox 啊、Linux 啊等等，那些慢慢开始突破了。到现在，所有的大的软件公司，包含微软等等，都觉得应该开放源码应该是一个蛮不错的主意。所以，当我们在创业的时候，如果同时拿到对大家都好的社会价值，跟实质对自己这个创业家好的经济价值，这是双重底线嘛？这两个同时做，就很难两个都失败。你可以这边失败，在那边获得成功，那又因为你对于你的生态圈创作了好的价值，所以你下次创业的时候，大家就不会觉得说你创业失败，而是说你帮大家吸收了学习成本。那这样到第三次、第四次、第五次，我也是在第五次创业的时候，才比较成功，才就是最后成功的把这个公司做了出场啊，就是被一家上市公司并购走了。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尤其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就是所谓的 fail fast， 就是小一点子就去做。那做的如果不管，那就说不管。那如果之后可以分享给所有人知道为什么不 work， 而是在中间你创作到一半的这些素材，也可以把它分享出来，变成其他有应用的材料。有19位朋友问说，对于区间测试有什么想法？期间作废，但是无效，会不会被利用在别的地方而民众不知情啊？我觉得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嘛。一个是说测速啊，本来就是会取得一些像取得一些资料，那区间测速则是说，我不是在那个当下，我是在前面跟后面嘛，按照所谓什么不动偏定律之类的，总是你在中间一定会有一个地方，比那个速线要来得快，可以说是它执法的这个严格的程度有所增加。那每次严格的程度有所增加，大家就会开始觉得说，那这个厂商的器材，那一个厂商的器材，它的喷眼好像有一些不同，或者是呢会觉得有一些争议，明明我的车子跟我说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超过这个速线等等，所以这部分我觉得确实是有争议。那也是为什么经济部标准局现在就是说，区间测速如果没有通过一个第三方的一个检验，国家检验的话，那它没有符合这个标准，它不能远远的拿来采罚。而这个检验呢也有自然的意思，因为它也是互联网的一员嘛，所以如果它像有些 IP 店一样，就是开来的东西会莫名其妙传到北京啊或者上海啊等等地方去的话，那它当然就有额外的问题。
最好的情况是它可以完全不把影像上传，它可以自己叫做边缘运算或终端运算，它自己在这台机器上就可以做出判断，但是那个影像只是作为图正反馈传出去。那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去做这样子的检验，也是要保护大家的隐私，最好它能够在边缘在终端呢就做出个运算。那这部分我觉得是很值得大家持续关注的，我也会持续关注。有93位朋友们问说，请问来中诊是我这个脑波被控制的人来的，是有人安排我来的，还是受到校方的邀请啊？对我来讲，当然在任何的场合，包含高中啊、大学啊，甚至一些国小啊、国中，我都有人邀请，我就会去，只是周围会崩塌，就是每个礼拜安排一场。那所以我不知道这场是多久以前安排的，但是反正只要有人提出，因为我的工作是促进青年参与，就是大家对于公共政策的方向，像说刚刚讲的去建厕所，有一些想法的话，透过这个方式，我会把大家现在在关注什么，用什么方式来关注，或者是我们未来的政策有没有沿用进行的资源，然后来进行说明等等的这些大家在关注的事情，带回我们院里面嘛，就是所谓的明星迷来嘛，开门造句嘛，这样子的一个做法。所以不一定是校方邀请，学生会也可以邀请，各别的同学也可以邀请，或者是很目的的每个礼拜去排一个场，然后来就是。不管是中学还是小学，来跟大家分享，大学也有，所以我其实不知道一开始是谁邀请的，他就是出现在我的那个 Cube 那个就是团队的形式上面的。好，那我们终于有一个这个跟大家切身相关的问题了，觉得学校应不应该开放我们食品购啊？我觉得这个是我记得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我曾经在班上有办，他们有办过一个辩论比赛，二位老师辩论法，辩论说应不应该传制服。那我们知道说二位老师辩论法很多的时候，你要准备双方的论点，为什么？因为是准备一段时间之后再抽签决定你要辩正方还是反方，我当然是反对传制服。但是我准备了一阵子之后，我抽到正方，我必须要辩论说，穿制服是有必要的。那所以我后来我就改变了我的整个辩论的结构，我的辩论的论点就变成，每一个班级为了要凝聚他的向心力，应该要创造一个跟别的班级都不一样的制服，然后应该是就是我们在美学教育、艺术教育、创作教育。这整个规则什么时候穿，是不是都要穿，还是怎么样，全部都和这个班上的学生一起参与来制定。那这样子的话，它就变成类似的共用的一个学习制作，或毕业制作，老师毕业了，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嘛，这个就是学习制作了，全员制作这样子的做法。那我觉得，当然那场辩论这个我到最后也很说服了自己啊，所以我很清楚说，应不应该开放外食并购，它不是是或者否。而是说在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有哪些外食，怎么样子的方式去订购，那这个订购是自己直接做呢，经过合作社呢，还是经过什么别的线上的方法吗等等。那这些我觉得都是大家可以讨论的题目，重点不一定是讨论出来是是或否，而是说这个讨论的过程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想到的优缺点啊，各种可能的提出方案啊都提出来，那到这个可能已经超越了是或否，会变成一个非常创新的做法。就像我们之前的一个公投有两个案嘛，一案说同性不应该用民法的婚姻，那另外一个是说但是要保障一样的结婚的权利，那所以我们到最后这两案综合起来就变成所谓结婚不结姻了，这样子的一种社会创新，就是专法的法的这个概念。那这个概念真的很新，但是传统的一些觉得家族跟家族联姻的也没有受到威胁。那但是比较新世纪的2008年以后有机会的，也觉得连所有的权利都获得保障。所以我本来鼓励大家透过任何方式 ，slide 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去进行这个议题的讨论，到最后应该可以收敛出，不管是正方或反方，都觉得蛮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方案出来了。好的，那有133位朋友说这个然后你做啊，这个吗？这个应该是先这个他挺好的，所以你可以做一做啊，然后我们在站着不动的时候你才说然后你做啊，这样子啊。那就是这个办法里面来让就是没有办法，
好的，虽然在漫画里面他坐下来，那艾莉也是，艾莉也只是就是在那一阵子讲好话，还是有点距离，没有什么关联。他坐下来跟他要采取的行动没有什么关系。那不过因为这边有140个人啊，不是只有一个人的意志而已，所以我觉得就是到接下来如果有人推问推唐凤鸣站长，这个超过140票了，我再站起来啊，跟唐凤鸣是这个争取民主原则啊。对，那有132位朋友说学校要100万哦，只买一颗石头，我怎么办啊？所以至少要买到100颗石头呢。那我有想说，现在大家可能知道说在网络上面有很多人去买所谓的 non-fungible NFT 嘛，就是一则推文啊，或者一则文章啊什么之类，以前都是收藏大师的真迹嘛，那现在大师真迹、大师签名好像已经有一点落伍了，大家现在都是收藏大师的电子签名啊，那这个电子签名也可以卖到非常非常贵，那他为什么有人买这么贵的电子签章？就是因为说他们现在有一套方法可以去证明说这个大师只签这一次。那第二次没有签的都不算数，但以及你现在搜集他的签名，有点像球员他一样，这个大师未来更厉害了之后，那你就可以把这个签名用更贵的钱哦卖给其他人，他具有收藏的价值。所以或者学校啊花100万买的这一颗石头，他是好像说后年大后年他就可以用200万卖出去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投资，他就不是只是购买而已，而是投资。那但是具体买的石头是哪一个，我现在还没有看到。其实我也没有什么帮石头估价的能力啊，所以不要看大家要怎么样估价这件事情。但是你不一定就是现在没价值的，未来都没有价值了，所以大家可以想想说定到这个时候能不能听什么的话，这样慢慢就赚回来了。那南凯恩跟124的朋友们说，请问我对田胜杰有什么看法？我对田胜杰有什么看法？但我对巴哈姆特很多看法，对 PDD 有一些看法。我想对这个事件或者其他事件的看法，就是如果一个网络社群它有很好的自律能力，像 PDD 有很好的自律能力的话，那么公权力要动用法律，它的必要性就会弱。而且它如果一定要用法律的话，那台湾因为社会部门的公信力比公部门强，所以社会部门就会告诉公部门说：“哎，你不要乱来啊，这样子。”那但是反过来讲，如果一个社群它没有一定程度的自律能力的话，那法律也好，法律也好，等等的这些正当性就会开始冒出来了。所以我不会觉得说100%的理解的确实是很重要。那但是当它造成了包括什么讨论品质的恶化啊等等，那每一个社群不管是巴哈姆特等等，都有那个责任去交出一个说，那我们要怎么样自律这样子的机制来。那如果有的话，我也觉得按照消防法，那其实我们不应该用政府的公权力来干预了。那但是如果完全没有的话，无形之中其实就会创造出一种好像干预是必要的那种情况，那那个就不一定是让人能够那么开心的。所以我是觉得，就是 PDD 因为他们已经通过很多次这样子的事情了。还有一个比较快速的从局部长拿到办主任等等的这样一个反应方法，那巴哈姆特可能碰到这种事情的次数还没有PDD多，所以就是可能比较没有这方面的超前部署吧。那但是有没有超前部署无所谓了，我觉得当发生之后，我觉得就是站方跟比较有心力投注到一个比较高的就是共同治理规则的这个社群，可以想想说下一次再来的时候，怎么样用社会证明我们的正当性，包括公务员的正当性。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一点。有118位朋友问说，108课纲是一个好课纲吗？这个是很有意思的问题。我觉得它是一个流行课纲，就是它在每一所高中，那一所高中的课发会包含有参加课发会的同学，以及这些同学的亲朋好友们，也都可以去把它做得更好。也就是说，我们当时因为我是课发会委员，在制定这个课纲的时候，我们是承认了说我们没有办法去预测12年之后到底世界会变怎么样，学习会比较好。但是我们知道，只要让每一所学校
自己决定自己的课程纲要的选择权很强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与时俱进。我们在制定的时候还没有发生的事情，像当时没有防疫的这件事嘛，当时园区发展目标也还没有制定出来嘛，在当时气候紧急状态还不是所有人都觉得非常紧急嘛，那这些现在都变得特别的重要。那怎么样反映这些事情在课堂上？那就是这个流行课堂授权所学校自己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一个课堂它在执行的时候到底好还是不好，几乎完全看每所学校的课发会以及课发会它后面的共同会课社群啊等等的这个能力。所以如果大家觉得有不好之处的话，那就也请你来试着参与一下你们学校的课堂会。有120位朋友问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啊，在担任苹果公司顾问的经验？可以啊，我是2010年加入，2016年接正式工作的时候离开，中间6年的时间，从来没有去过 Cupertino。事实上，完全我的同事对我来讲都是在屏幕画面上的一些影像而已，我从来都没有跟他们面对面接触过。但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其实并不是。所谓的employee 或是叫做 independent contracting consultant， 就是一个独立顾问。那苹果总部这种位置是不多。那我的工作就是去想办法把苹果里面发生的事情，让外面的人，刚刚讲到抛弃自己著作财产权的这些开放源代码的开发者可以听得懂，也可以贡献。反过来讲，这些开放源代码的开发者如果有什么想要苹果做的事情的话，那我也想办法去把这些愿望跟苹果里面的 team 啊，跟这些团队进行讨论。所以是一个双向的转移的工作。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跟我现在担任数位教育的工作也是很像的。所以我在苹果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就学到一件事情，也是苹果跟其他大公司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如果苹果的使用者觉得说苹果的一个东西不好用、难用等等，那苹果的这些工程师一定觉得说是我们的问题，不是使用者的问题。而且在苹果设计师是比工程师大的，那工程师又不一样啊，这个也跟传统的这个是很不一样。传统是这个产品经理这样，工程师辞职，设计师在辞职哦，像那时候的 Google 就是这样子。那但是苹果是反过来，因为设计师离代使用者最近，所以他们最大。那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那工程师去实做的，产品经理只是确保每一个人能够发挥他自己要发挥的才能。但是在苹果里面很少有什么升迁到经理这个位置这种事情嘛。那很多就是接触使用者的设计师，他就是在苹果10年、10几、20年一直都在同一个位置上面。那事实上大家都是非常尊重这样子第一线的设计师的朋友，所以这样子所谓的 design thinking 或者 user centered design 以人为主的设计，我想是我在苹果学到的一个观念上的一个转变嘛，所以我现在到行政院也是这样子的想法。而且尤其我们是公务员嘛，公共服务员也是服务业嘛，服务业就是特别责嘛。所以那个时候你觉得说，哎，你哪个公共服务的状况不好，我们一定要设计出让你的想法可以尽快进入这个产品的机制啊，这个服务的机制来啊。所以这个是我在苹果学到的一件事情嘛。有120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子快速理解一个问题，然后组织好自己的语言，然后并且回答。有两个很重要的事情，一个是说在理解问题的时候，在脑里不要下判断，不要去想说这是一个好问题呢，还是一个烂问题呢。或者是说这个问题他应该怎么问才会比较好呢等等，不要去打断这个提问题人的思路，而是他不管怎么样子提问，就试着设身处地去他的那个角度去想这件事情。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在组织语言的时候，先从双方都能够去检证的客观的事情开始。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开始会把问题先念一次？除了这个投影机真的有点小，后台的投影都不一定看得到之外，大家手机上有的也是说，先从我们都同意说，哎，你的问题的断句是这样子，或者你应该这样理解，刚刚有问题上有错字，我是把错字改好了再念出来。你要就是先确保说 on the same page 是在同样的事实性的
的基础上面，那接下来我就有什么感受，我就分享我自己的感受。那我分享完这个感受之后，如果有一些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来做的话，你想说参与一个发挥，或者是说一起来设计要不要带外事，要怎么样另外事等等的流程，那我就是先把我自己之前做过类似事情的经验稍微描述一下，然后再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所以一开始是客观的，就是我们面临什么样的情况，这个问题它的真实意思是怎么样，必须会有人有组织的回答出任何问题。当然如果你没有过任何类似的经验，那你一定要下来，你到第二句就说我觉得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碰过这种事情，这样子就可以了。因为如果没有类似的经验而硬要下来的话，到第三步就会连不过去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有一位 Anna Ruby 啊，有126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追到啊你喜欢的人啊？也就是说，要怎么样确保他也喜欢你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喜不喜欢你，不一定是他现在可以决定的事情。有很多是取决于那个环境，那个脉络，就是在能不能够好好的发展这个互相喜欢的关系啊，在这样子的脉络里面。所以我觉得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脉络，比起追到某个特定的人要很重要，就是你自己要先成为一个很自足的，那你一定喜欢自己的人，那别人呢看到你就会有样学样，就身教，就是你看我很喜欢自己，所以你喜欢我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那如果你很不喜欢自己，那么就会产生出一种环境，这种环境里面对方喜欢你，他要先克服你不喜欢自己的这个心魔，那这个他就会需要投出很多的精神，以至于说等到他终于这个突破这个之后，他可能本来喜欢你的那种感受也只剩下一个就是其他的这样子。所以我想先喜欢自己，先照顾好自己，把自己就是进入一个别人看到都是对这个人蛮喜欢自己啊的这样的情况，那无形之中也让你喜欢的人在喜欢你的时候比较少付出这样子的不管是情绪的劳动或者认知的成本，就是大家都可以参考的。有123位朋友们问说，要怎么样练习英文的口音呢？因为我的英文发音非常的好听哦，谢谢这位朋友。这个跟下一个问题是非常相关的，因为下一个问题就是问我可不可以来一段 rap 啊？这个麦克风的状态，这个是不是适合 rap 是另外一回事了。但是很谢谢这位朋友的肯定，我确实是靠 rap 来练英文的咬字的。那就好像大家练中文的时候，有时候会念一些绕口令一样，我也是去找就是 rap 的速度特别快的。但是我现在没有要来一段 rap 告的意思啊，因为第一个我是语速并没有真的那么快，第二个是这个麦克风的状况，虽然比麦克风一点好一点，但是不一定好到哪里。对，所以可能没有办法像大家所希望的那一段真的比较快的 rap 啊。但是因为我们这是民主原则，就是我每次说还没有办法，那就感觉好像让100多人失望了的这种感觉，所以我讲我就来一段比较慢一点的 rap。就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剧叫《南红城》，那它的开场叫做《Alexander Hamilton》嘛。How does a master all of the sun of the horrid Scotsman drop in the middle of the forgotten spot in the Caribbean that providence encountered his father, grow up to be a hero and a scholar, the tenant of a family father, without a father, not a lost father, working a lot harder by being a lost mother, by being a self-starter, by 14, the present change of the training time.And every day was slavery is already carried away across the west, the struggle against God. Inside he was looking for something to be a part of the father was ready to be back, still loving the father. Then the hurricane came, and devastation went on, and saw the future dripping down the drain. But the peasant who was now looking and figured the brain, and he wrote the first frame, a testament to his name. Well, the book had a fact, they said, this kid is insane, and took up a collection to send him to the main, the edge of education, don't forget from whence he came.The world's gonna know your name. What's your name? Alexander Hamilton. 谢谢。那个我就发给我老弟，得到就可以比较快的这样子的思考。好的，好的，有113位朋友们啊，这个说这个唐风一塔啊。
我刚刚说这个要比刚刚的141票要多嘛，它才有盖过前面140多票的准确率啊。但是在这个到达141票以前啊，这个微博暂时还没有准确率。好的。要测他呢，是很大的。我们的关于态度的事故，如果听我讲的话，似乎就是相当的不庄重，所以容许我还是会去做检查。当然，目前我们知道他已经进入了司法程序。那我们在行政院里面是没有办法干预司法院司法程序的事情，尤其是个案。那但是我觉得这次蛮幸运的，就是我们有独立的机关，就是民安委。那他也在就是同仁的协助跟努力之下，找到了就是行车记录器的 SD 卡。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觉得就是检察官也好，或者法官也好，目前看起来是有蛮充足的这个基证啊，去做出正确的判断。所以是非常感谢民安委同仁的贡献。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也不能够讲，因为在多讲就变成干预个案，所以我们就看法院怎么样再来处理这个个案。不过我看起来啊，就是所有的客观的这些迹象都分析的蛮完全的啊。有因为朋友问说，可不可以帮我洗头啊？那这个梗那个护肤已经用过了，我不是很清楚为什么还有人想要再用一次啊？那应该是这样子讲，就是你要想帮忙想到一个比就是会找我洗头，我们去讨论好剪裁啊，讨论永续发展目标啊，社会创新啊，就它还是有一个公益的目的嘛。虽然我们看起来很搞笑，但是其实就是你看到什么唐风过台湾，什么脑波更新啊，什么这些目的的时候，它后面还是有像推广客家文化啊等等之类这种就是公益性嘛。所以如果你是比较认真的要提案的话，那就是你没有办法一下子就发个通告给我，还是会问说，那你这个公益性在哪里？所以如果再洗一次头，它的公益性可以超过，就像刚刚那个唐风一样一样，超过之前不知道为什么的那个公益性的话，那欢迎大家直接联络我，我的联络方式是 QQR 很多地方都有，所以这个期待你的提案。有另外一位朋友问说，请问对于新疆上引号教育下引号的想法啊？那我的想法就是在传统上面，我们会说，一个集权的统治是所谓的 totalitarian。那我们在其实看集权的统治，这个现在看集权的巨人就知道啊，什么叫集权的统治啊，里面有蛮多集权的例子啊，尤其是对于少数民族嘛，里面有什么代理长啊什么之类，这些都是非常低科技的做法，他没有办法真的做到 totalitarian， 也不是彻底的集权，最多就是 subtotal， 那就是一小部分的集权，还是有很多就是他们自己想办法组织啊等等的空间啊，那它里面都有。但是呢，在新疆的状况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就运用了包含就是所谓的authoritarian intelligence 啊，就是威权式的 AI 智慧这样子的一个技术，那去确保说几乎完全没有办法把人之间组织的这些空档留给在这些所谓的教育的这些就是人里面，所以这些人他们就处于一个可能历史上第一次完全totalitarian 的这个状况，因为以前一个人不管你是狱卒还是守卫还是什么，能够看的人数是有限的，但是现在他们因为运用威权式的 AI 技术，所以可以说是一次可以看的人是无限的，那这样的情况下真的可以做到 totalitarian， 所以我想这是很值得全世界警觉的一件事情。一方面是说技术包原来可以这样用，我们绝对不要这样用。那二方面是说它实际上这样子用，它造成的伤害、造成的痛苦，很可能是包括以前还没有完全集权的集权的状态。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持续关注，也非常谢谢这一本是为了能够把这个就是也背上来啊。
好的，有107位朋友啊，问我说知不知道周志荣老师的 Instagram 的账号是什么？我不知道周志荣老师的 Instagram， 这是一个梗吗？我们来找一下啊，周志荣。我也非常的好奇。可是我只看到这个周志柔，1899年生啊，空军一级上将。这个IG5SU 大的搜寻平台需要就是比较差劲的意义，也没有办法简单的给我找到。所以如果就是大家希望就是想周志柔 IG 可以在第一名或第一页找到的话，也欢迎帮周志柔老师经营一下网页。好，那有106位可能会说是末代考生的我们呢，如果要重考要怎么办？如果你要重考的话，那你要等重考的时间呢，对不对？这个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当然就是所谓的末代考生，以我的理解了，就是在你们之后的，就不管是补学测也好，或者考教研好，入学也好，是一个新的系统，但是并没有说你不能够去使用这个新的系统，所以我比较不确定这个问题讲的是说你要做什么额外的准备吗？就是好像说在校的时候也自己多累积一些自己的作品啊，学习历程档案啊等等的这些其实有使用，还是是说具体上要怎么样子去申请重考，要怎么样子去做行政作业？行政作业我就不懂了，我不懂的就说不懂。但是前面的部分以我的理解，就是现在的大学不管是怎么样子的考招制度，其实就有一点像是在组队打怪一样，就是他会先有一个这个大学想要凸显的去发展的相关的目标，这个你到 USR 的大学地图上面就可以看到，每个大学在招招生跟计划里面，他比较想要去解决哪些就业环境或者是经济的问题。那在这个后面，他才会需要说，那你之前的创作只要跟这个有一些关系，他就会把你组队成为一个，还可以一起来解决这个的，不管是医学院本位，还是甚至现在有些大学已经是化学院等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里面重点就不是到底你背了什么，或者是你在就是小考或段考里面考了什么分数，而是你应用这些在你还在高中的时候曾经成功的或者不成功的，不成功决定更好，带来哪些社会的改变，做了哪些倡议，做过哪些共同创作的作品等等。那这些越多，其实也不需要量很多了，是说影响越大，影响到人越多，那在接下来考招里面的就是能够跟你的大学的向心就越合。那如果你觉得说都没有怎么办呢？其实我是一直很鼓励，就是高三毕业之后不要念大学嘛。那但是这个我想各位的家长会跟你同意啊。那但是当然过了两年之后，18岁就成年了，所以家长不需要同意了。但是那就是你说了算这个情况。但是在现在还没有完全18岁成年的时候，我们也一直想要分享一个看法，就是如果你是带着一个想要解决的问题进大学，那大学有一个可能比较能够帮到你。你的重考不一定要在半年后或一年后，你可以先花个1年、1年半、2年，先自己用自己的方式，不管是透过实习啊、志工啊、专业啊、交换啊，各种各样的方式，想办法去找到你想要解决那个比较大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带着那个进大学。一方面，其实在进大学的几率比较高；第二个，这也是你在大学时候比较学得到的东西嘛。所以，如果就是你的家长对这个想法有什么疑问的话，因为反正我都有录音嘛，可以放这一段给你的家长看。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来找我。好，那有108位朋友问说 ，A 七，听说这个 A 七代的身份证会结合自然遗证，那自然呢会有泄露的疑虑？当然，它在技术上面并不会比现在的自然凭证有任何更不安全之处，至少只有更安全，因为密码长度也变长了，然后经验设置的规格也变高了。但是确实目前的自然凭证，你不会在换证的时候就拿给停车场，
就拿给警卫，就拿给其他人。但是未来如果你选择自然凭证跟身份证放在一起的话，那你有时候可能不小心就会做出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时候当然设定密码就是设置比较长啊，或者是比较难被人猜出来啊，或者收到通知啊，就是事实上你为什么要把身份证交给别人呢？就是我们现在信用卡也不会交给别人，都是自己刷卡嘛。有人如果要取得你的信用卡卡号，你也可以翻过来正面背面都给他拍照，背面信用卡背面给他拍照，他就可以帮你刷卡了。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吧。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了我们需要用一种现在到我们稍微严格一点的方式来使用我们的身份证，因为身份证那些栏位，特别是背面的那些栏位，确实不是别人用来冒充你的方式，而且不是为了其实现在的第六代身份证，大家就应该要养成一个不要随便把背面的影本交给别人，不把背面交到别人手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良好的习惯。所以这是习惯的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我们也会先制定一个新式的身份证使用的一个专法。那有这个专法的规范，那这些资料的处理者，包含停车场或者是旅馆的柜台，才会知道说，他如果就是第一次误用你的这个身份证资料的话，那他就会有比就是一般的户籍法更高的一个规管的力度，有点像现在的户政法令，或者是现在的就是健保卡、群体保险法那样子的一种管制。那以前是没有这种专法的，未来有专法了，我们才会再来讨论说你现在的身份证，所以自己的习惯以及那个资料处理者他需要承担的责任，这两个都是很重要的。那健保卡已经给我们相当好的例子，那我们在健保卡的法规的这个基础上再往上一步吧。那有111位朋友们问说，可不可以给要面试的同学一点意见？我对于面试通常都因为我之前当过很多次面试，我是不是被面试，而是面试人，就是 HR 做 recruitment。我在做 recruitment 的时候，我比较看重的是对方问我的问题，也就是我在问对方问题的时候，我比较喜欢那种会先确认我问题的真实意思的。或者是说，听到我的问题之后，他会先说，哎，但是你得先回答这个某个问题，他才能知道怎么样比较好的回答我的问题。或者是说，他反过来面试我说，我为什么要进这家公司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人。那但是当然，如果你是完全漫无目的的，只是为了干扰他而问，那这当然是就瞬间就会被刷下来了。但是如果你是能够接着他的思路，你透过提问让他把他的问题背后的那个意思想得更清楚的话，那你跟他瞬间就是同事关系了。那你跟他如果是同事关系，那他就会觉得，哎，对啊，跟你当同事好像不错。那这个不管是在申请学校或者是申请工作上面都是一样管用的，就是你也要去想说，那对方是在什么样子的情况里面嘛。那我觉得设身处地吧，这个能力，不管你用反问的方式，用帮助他想得更清楚的方式，等等的方式来传达出来，那对方都会一下子跟你是一个 peer， 就是同侪的关系，而不是同他的权利大过你的关系。那这个时候你的谈判地位就变得比较高了。那如果真的发现不适合的话，对方也比较可能告诉你说，其实真的不适合，你不要进来冒犯啊，这个有别的地方更适合你等等。那这样也会减少很多误解的可能性。那有107位朋友问说，请问曾经带入大港太上的彭彭委员吗？可不可以喊进我们学校里面的舞会哦？就像刚刚讲的，我在联合国的那一场里面，事实上那一场里面也都是靠着内应嘛，就是说有我的朋友在那个地方，然后愿意帮我去播放那一段影片。所以同样的道理，就是这次在大港太上也是在山林里面有内应。那我明显把我的这个录影带给他们，那他们就在那个时候当场播放。他播放的时候，我其实人在淡水，然后透过手机看自己在那边演唱，非常的有意思。那所以当然我的这些相貌还有大屏开场的影像，其实大家在YouTube上随便找一下就已经可以找得到那个影像了。我们再整理一下之后，应该下个月也会把这个影像的 source， 就是它的原始码，也都抛弃掉一些著作。
财产权，用 CC 授权公布出来，所以大家不管希望我的影像出现在哪里，我就是有点像 VTuber 或者是 Vocaloid 像初音一样，就是随便大家去使用，大家只要能够在就是舞会的就是影片播放的后台啊，技术人员啊，也能够找到这样子的女友的话，那就可以随便的来使用我的肖像，我是绝对不会提高大家的，我也是抛弃掉肖像权。那至于就是舞会上面出现我的形象是什么，我也是很好奇，也欢迎大家就是不对自己拍了这个影像之后放到网络上面，我总是保持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并没有说怎么样就是好的用法，怎么样不是好的用法。好，那有107位朋友问说，你是怎么样这么幽默，怎么样培养幽默感？别人都说我很尴尬。我不是觉得尴尬的这种感觉，你要跟他相处久一点，才能够找出幽默的地方，也就是叫自我解嘲。好比像说，像有人说我长得像旋律，我就说我专门就是不敢穿差不多的衣服，而且还背一句旋律的台词哦。所以意思就是说是要把这个当作玻璃心嘛，是想办法要强化玻璃了，就是确保说任何时候你看到一个好像别人提出让你觉得有点尴尬的那个朋友的时候，你可以在那边跟那个朋友相处久一点，直到脑里出现一个既没有伤害对方，也没有真的伤害自己，它出现一个表面，就自我解嘲化解这样子一种尴尬的情绪。那这样子的练习多做一些，那到最后就会变成一个很幽默的人。你不需要去攻击别人，你也不需要去贬低别人，你随手就可以开自己一个玩笑，然后大家就觉得说你这不错啊，这也是一个大家可以通过创作的题材，这也是一个梗啊。那把什么东西都当做一个梗，把什么东西都当做我们在做 Siri 在苹果的时候它叫做 Corpus 一个原料。所以当很多人对我人身攻击啊或什么时候，就看到原来这玩意可以这样用啊，又学了一个啊，就把一切都当成语料，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成功的去化解到尴尬。那你有105位朋友说，学校想要让所谓的行动学习普遍化，甚至有想要一生一平板想要的计划，但是网络真的烂到有什么？这个显然不是平板有什么，是没有什么，烂到有什么根本行动不起来，要怎么说服电信公司哦，在学校附近盖基地台？其实你可以考虑打到他的客服电话去，就是说收费不加，然后希望他来升级平台。因为对很多电信公司而言，他已经有基地台了，他只需要一个强迫期。那我现在手上这个手机在新的这个地点是满格，所以就是 Fortune Plus 是满格，所以我其实不确定这位同学他的就是手机供应商跟我是不是朋友，或他的频道供应商不是台湾大的，那我不知道他是用怎么样子的，是中华电还是怎么样。所以另外一个可能的想法也是说，那你可以用无线网络分享器，现在很多人不是用学校的 WiFi， 而是直接就用 5G， 如果收到 5G 的话 ，3G Plus 的很好。那所以就是找一个收讯特别好的无线网络提供者，然后再用一个分享器，那一下子就给很多人都可以连得上，尤其我们能够飞远都是知道网嘛。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我觉得有些电信公司可能已经有可以用得到的这种平衡资源了，只是你要不要先试试看，或者先去统计一下、调查一下哪些地方比较没有死角。那如果真的有所有的电信公司都覆盖不到的那种死角的话，那就是我的错，你可以直接跟我讲。那就是还要在某个地方，所有的电信公司都完全没有收讯的话，之前就有一个在缅北头的集中检疫所的一位美国检疫的一位朋友，一位工程师哦，他也是我们平时疫情年来的精神，所以他真的就统计了各个不同的电信商在检疫所的某一侧靠马路的那一侧，真的都几乎完全收不到讯号，对吧？的品质啊，把各种各样子的网络数据啊，全部都寄给我，还强调说那封 email 他寄了5次才寄出来哦。然后他就说，那封 email 说快递人全部寄给找你们，那我就来找你们，要给一个交代嘛。那我就说，那当然没有问题，我就把这些交给我们 CC， 那 CC 又交给中华电信。
那所以两个礼拜之后，你那边就出现了做事的经历。还好，我两个礼拜之后，那应该是中间因素了，所以他并没有因此受贿。但是这个他可以让后人纪念嘛，而且他真的很有心，因为我微信跟他说，因为做经历派之后，他还特别回到是中间因素，然后在外面嘛去量那个网络的讯号，确保说我真的有说到做到，所以大家也可以考虑用类似的方法来做这件事情。好的。那有206位朋友问说，可以稍微介绍一下政务委员的工作内容吗？或者是有怎么样子的特殊经验吗？政务委员一般说，如果是说 horizontal minister 他就是横向连接的那个阁员。我们那个阁员分成竖向的、纵向的，就是32个部位，每个有他的部长或主委。那 vertical ministers 跟我们有9个。是在跨部位，每个部位都不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事，或者会被踩到线，或者就主张说了这个我不想管，但是三部门没有人管，那这些事情就变成我们的工作。那每年政府有一些收费范围，那我的收费范围就是开放政府，就是大家开门造车嘛。那社会创新，那就是社会上一些新的想法会怎么样被政府让大家知道，以及青年参与，就是纵使没有投票权的朋友，那他要怎么样子去确保说他们的声音，因为没有投票权，所以其实立委或者议员难免就是大家的意见看重的程度没有成年人来的高。那我们怎么样去确保说透过这种中立平台啊等等的方式，即使是16、17岁的朋友，甚至12、13岁的朋友，没有公民参与权的朋友，他还是公民，他其实还是能够来设定我们的议程啊。所以这是我主要的工作内容。那具体来讲，好比像说，就有很多可能14、15岁的朋友，在我刚加入行政院2016年年底的时候，反映跟我说，他们去做一个叫电子竞技的这个活动。那电竞这个活动在当时2016年的时候，虽然电竞元年已经喊了快10年了，但是电竞在当时就是我刚刚讲的三不管年代的情况，所以他们要办国际比赛，要发什么签证，哪个部位给签证给外国选手，没有任何部位要发，没有接小巨蛋或什么别的场地，没有一个室友可以接他，甚至不知道跟哪个部位来申请。那不管是要开专班啊、兵役的问题啊，还是什么别的问题，都因为他们不是一个体育，他们不是选手身份，那所以就遭到很多的歧视啊。那在当时我就去找所有相关的部门，有3个部门嘛。那体育署就说，我们对体育有一个定义，就是要动到骨骼肌哦，没有动到骨骼肌就不能够算作体育哦。这个定义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这个电竞没有动到骨骼肌，所以你们都想象小学生体育时间都打电竞打半小时的这种状况啊，你们能想象？可见它不是体育，应该是文化部的人员来处理。那文化部就说，我们琴棋书画确实都是文化，但是都有100年以上的历史，所以等电竞有100年的历史哦，再来找我，我们知道文化怎么延续。那电脑有没有100年历史呢？它可能有满100年而已哦，所以电竞怎么可能有100年的历史？那所以不关我们的事，应该是经济部啊、工业局的事情。那经济部就主张说，我们常说篮球选手，那个篮筐、那个体育馆，甚至那个篮球标准检验，都可以说是经济部的事情。但是从来没有听说选手权益是经济部来管，绝对不可能，应该是体育署的事情啊。所以他们三个这样子推来推去，那其实在我上任之前的10年，好像协调了6、7次，有时候是当时行政院长自己下来协调，都从来没有成功过，一直这个地方就被反桌。所以我的处理方式有一个很特殊的经验，就是我就告诉所有的各部会同仁说，好，我也不会做财事，我做的事情就把各位跟他讲的这些很棒的理由统统都做成逐字记录，一切公布出来。我一公布出来，就发现说真的很多人愿意讨论。我们当时的逐字稿放在PTT LOL 版、八卦版、拉哈姆、特雅虎、电竞、Mobile 联谊各种各样的地方都开始讨论这些论点。那当然，很多的留言都非常的不专业哦，就是带风向，根本没有看过我的文章的内容。那但是呢，到大概5个留言就会非常的专业，就是专业的5楼。所以在当时，专业的5楼就提出很棒的见解。有一个专业的5楼说，他觉得围棋是一种电竞，因为电脑已经下得比人好，那一定就是阿尔法功能嘛。那而且围棋选手的
训练营都是在网络上面做，所以围棋是回合制的电竞啊。我们现在只是要求回合制跟即时的电竞的平权而已，但是其实文化部早就在做电竞了。哎，文化部一听，他真的可以接受啊。那所以就在很多专业的朋友，其实我怀疑他们就是承担的公务员了，只是用一个名义投上去而已啊。对，集思广益之下，到最后所有部会都同意说，哦，他就是一种表演性质的技艺选手啊。那所以他是技艺选手，这三个部会都有现成的方式来处理。也所以一息之间，没有一息之间嘛，大概三个礼拜左右，那我们经过三次协调，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所以这次就让我发现说，我不需要很英明啊。果断啊，什么都不需要，我只需要做一件事，就是把这些人员原封不动的带到我的前面，而且相比也都很专业，或者说至少被我带回行政人员是特别都很专业。那在双方的专业集思广益之下，一下就会收敛出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出来。所以这种明星迎来的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靠那一次特殊的经验，就可以让我到现在大概快一百场我们协作会议的这种协调，都是用这样的。一次公开而且以行以来的这个方式来做到各种不同的方法，那就是也不一定非给自己不可。那当然你如果跟他交情没有特别好的话，那我也不特别建议就是你去劝人家戒烟，这毕竟是件困难的一个事情。好的，有93位朋友问说，可不可以说一声阿后耶啊，我刚刚已经讲了，我如果再讲的话就会变第二声啊，就是这样子。好的，90位朋友说，报名哪里啊？我们就当然知道说，好像人数没有很多，所以不用去理他。好，那但是我们朋友们问说，你觉得现在的高中有没有什么没必要的规定？我是从来没有念过高中，所以我也没有办法比较我当年念高中跟现在念高中。大家知道，我高中二年级就已经辍学了。不过呢，我会觉得说，高中现在凡事不必要的规定，理论上包含服务服装仪容啊，或者是说到底指甲油算不算服装仪容啊等等的这些题目，现在在教育部其实都已经授权每个学校自己透过审议性讨论的方法来制定关于自己的这种自律的规范，就有点像我刚刚讲到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对于制服那样子的规范一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看到有任何不合理的规定的话，这是比较没法，就是说你就应该要去想说你现在也许用不到，但就像那个在集中检疫所里面跟我要求要多加一个基地台的朋友一样，你也可以开始发起一个讨论，然后呢去决定说那在未来可不可以对你的学弟妹们来放宽这个规定，或者这个规定应该要怎么样子调整。但是因为我没有第一手经验，我没有共享经验，我在第二步就会说我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我是绝对不会就是硬说什么的啊。有81位朋友问说，现在的民法已经下修到18岁了，那么你觉得宪法的投票权呢，是不是应该要登记吗？而且孩子的好贴心呢，打一个括号说太敏感的话可以略过吗？太敏感原来是可以略过的，大家都看了这么多赞，太敏感的东西还是可以略过的。好吧，那我就把道理收起来了。我想这里要分成两个角度来看，就是宪法的投票权的下修本来就是大家都有共识的事情。我记得之前法务部在几年前就做过一个民意调查，好像除了20跟21岁的人之外，其他都是过半数的各年龄层都是过半数的觉得18岁就应该要有投票权。这个我想后面的那种心情大家都可以理解，就是如果20岁刚拿到投票权，就会觉得说，我刚拿到的是我成年了，18岁原来是小孩啦，这样。但是等到他22、23岁，他就变得比较成熟了啦，也觉得说，十八岁的投票权应该是件蛮好的事情。所以除了这个极少数的那个刚拿到投票权的那
年龄层，而且还是一岁之外。我想这是所有的共识。那现在重新再问一次，说不定二十二十一岁的委员，因为有了公投的这个协议，可能他们也觉得说，因为在十八岁的时候参与公投的时候，也是无力做出判断的，绝对不会因为家长讲什么就愿意。所以这些朋友应该，我现在的想法是，也比较多人会支持十八岁的投票权。所以你问我的话，我是绝对支持的。那在接下来想必是会有就是如果有人提出这个修宪案，那会经过公民复决嘛，就大家的投票权，确保说十八岁的人真的可以拥有投票权。那也是希望当时大家能够多出来投票。好的。那有一个人什么人们问说，唐凤你渴不会渴吗？我坐在第一排，唐凤喝水啊，我给你请你喝水啊，拜托推我上去，我真的推上去给他喝水。啊，你他到底谁啊？行动障碍，现在那么容易，现在那么容易，能匿名那个那个时间要行动，才能真相吧，一次。两次，哦，没有的话我自己要去。好的，感谢这位两是因为朋友。有七八个人问说，手机是不是真的会监听啊？当然，你只要打开手机上录音的，那就开始听了。它当然是有这个功能的。大家现在比较concern的是说，会不会它在背景执行，在没有取得你同意的情况下，就打开录音机？那当然，比较新的作业系统，这两三年以来，在背景有录音的话，如果是iOS 的话，它会有一条红色的话亮起来，让你知道背景的人在录音。那你注意上也有类似的，就是会有一个正在录音的那个图示放出来，所以我想最主要的还是不要安装来录音的程式。那如果有人要是一个原因就取得录音权限的一个大的话，那尽量去看看有没有网页的版本。其实现在大部分的手机，不管你用 Safari 还是 Chrome， 还是我是用 Firefox， 那他们也都有录音的功能，只是说如果这一层浏览器跟资源上，它比较难在背景执行。关掉浏览器，关掉这个分页，它就虽然还可以在背景执行，但就没有办法在你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去取得额外的权限。那等于是手机本来就有 sandbox， 有一个沙盒的机制，在里面再多加一个沙箱的机制。所以我是蛮建议大家，就是能够用我们的模式就用我们的模式，不能用我们的模式也尽量用浏览器，而不是用原生的 app。那现在也有很多。也它是直接可以变成一个 app， 叫做 web app， 就是不是从 app store 来安装。那我跟我的公共同仁都是说，我们加机关开发的，但未来就是慢慢都要变成 web app。一方面你不用等苹果说你要两个礼拜才能够更新，那二方面是说，如果大家对于浏览器的这个权限是也比较少的，那也比较不会有好像后门啊或者自然方面的一些问题。所以这也是应该自己在用的时候，面向戴口罩勤洗手这样子的方式，可以更加注重自然不要安装来录音的一些案例。有八十位朋友问说，在未来啊，我们是不是需要准备锡箔纸的帽子？我们都知道说，你戴锡箔纸帽子，它可以让就是无线通讯有些波段可以增幅了。所以你如果收讯不好的话，其实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有用过像 Windows 啊、苹果洋芋片啊等等的这种习惯，就是放在无线网络的天线，然后外面罩一圈锡箔纸或者锡罐子。但刚刚另外一位说，移动网络收讯不良的朋友，或许也可以试试看嘛，就把你的那个无线分享器的就是它的天线指向天线，套一下去锡箔纸，看会不会有增幅的情况。所以总是收讯不良的时候呢，可以考虑锡箔纸。那但是锡箔纸说，如果是用来打收讯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用处的。比较有的可能是铅帽啊什么之类的，那但是这个我也不是很建议，因为铅是很重的啊。你要真正能够就是隐蔽到某个特定的面部，然后戴铅帽子的话，会对就是脖子的肌肉造成很大的这个影响。所以我想还是尽量不要用戴帽子的方式来做讯号隐蔽了，可能有一些比较像什么发力下等等这些方式，可能是比
较好的。好的，那有当事人朋友们问说，你好，想请问您对于考试院跟监察院两院废除的看法啊？太敏感的话又可以略过，不过我们已经略过一个了，不要这个再任意略过。我想这两院的废除，它的前提是建立在说，不管是行政院还是立法院还是司法院，能够很好的去发挥就是这个功能。那但是举例来说，像监察院现在已经慢慢开始转型，变成专门管人权嘛，国家的人权委员会。那这个其实在国际上看都是独立机关越独立越好。那当然可能有比一个就是 additional branch 一个更独立的一权更加独立的。所以我觉得监察院变成人权独立建立机关，我觉得比它并进这个立法院里面由立法委员来发起人权相关的调查，我觉得不一定是哪个比较好，很可能监察院留着，然后专门做这件事情是比较好。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子的。那考试院我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经验了，没有参与考试院的事情那么多。监察院还是因为我们之前有做过包含就是政治献金的视觉化的工作啊，或者是他就是在廉政方面，因为我自己的财产申报也都是往监察院申报，所以跟监察院有一些来往。那考试院除了也有一次去跟他们用 slide 演讲之外，我就比较没有参与他们的业务，所以这个我不懂的我就评论。但是大概就是说，如果他能够找到一个他独立行使权利比较好的这个 niche 的话，那我觉得就值得留存。那如果都找得到的话，那你要就是在宪法上面去进行调整，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事情。宪法本来就是也没有说不能改嘛，它有个可以自己改自己的这样子一个规范在里面。有当事人朋友问说，是不是一问表达说这个人跟我同名同姓嘛，他也叫做何凤，但是他不是现在坐着演讲的这个人，他是坐着听演讲的那个人嘛，很高兴有跟我同名同姓的朋友在现场。OK， 那当事人朋友问说，我跟李凤有关系吗？还是李凤有关系啊？确实有关系嘛，对不对？就是那种几 A 几 B 的关系啊，对不对？A&B 的关系是这种关系，就是有就是共用一个汉字的这种关系。好，那有当时的朋友们说，台湾真的没有任何机会独立，不再受限于中国吗？这个问我是蛮好的，因为我的回答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会主张说，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独立了，在新石器时代海平面就是上升嘛，所以本来的陆脸就是在就是人啊或者其他的物种多样性能够传到台湾上面，那随着海平面上升，那这边就开始演化出自己的物种多样性来。那等到这边的朋友后来又发明出了造船的技术啊，那就一路就是把文化整个传到巴黎会议室啊，就是整个太平洋。那往另外一侧，那现在我前两天看到新闻上面讲说，好像也又传回了，就是欧亚大陆的，就是比较南方的地方啊。所以其实出台湾说，最近这个很多史学家在研究的一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从那个时候开始，从物种演化的角度上，或从历史学的角度上，本来就已经独立了，其实并没有说好像还是欧亚大陆的部分的这样子一个看法。所以如果还觉得说台湾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那可能是一种幻觉。那当然幻觉可能不一定是国王的血脉什么透过什么心灵操纵什么记忆更改什么样子的方式，那个可能只有漫画里面才有了不过现实发生状况也就差不多就是那样子的。所以大家就是尽早从这个台湾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的这种感觉里面醒来的话，那就比较能够就事论事来讨论我们现在的就是地域政治的处境，然后是这样子希望的。我最近在看就是斯卡罗马上要上映公视的那个12集的电视剧的原著小说嘛，叫《傀儡花》。那他所采取的就是台湾老史观，就是所谓彩虹史观。他讲的就是在日本注意到台湾名单事件之前几年，那曾经有过美军派海军陆战队来攻打台湾族，那而且还打输了，所以只好签一个条约，这是台美第一次的平等条约等等。
那么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故事中呢，能够体现出来，在当时每一个不同的文化，对于这些事件都有一个不同的看法，这样子的做法，那这种彩虹史观，我觉得是让大家互相学习的空间比较大的，比起说我们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的那种史观要来的有启发性嘛，我现在是这样子想的。好，那有90位朋友问说，请问你对两段式左转这个制度是不是容易造成意外的产生哦？以及两段式左转是否该不该废除啊？是否该不该废除啊？上面这位请不得不，就是非常多的否定。我想不管怎么样子讨论这件事情，可能要了解到说，所谓废除是说让它变成可选的，而。需要说一下麦克风，就麦克风的音质好像更清楚一点，刚刚应该早一点点。我想就是重点不是说废除，是说不准这样做，因为也有很多朋友已经习惯这样子做了。那如果说废除，我想这位朋友的意思应该说可以选用就是一段式左转的这样的做法，而不是强迫所有那些有习惯的朋友都要有养成新的习惯，让他们才更危险吧。那这样子的做法是要看每一个地方政府它的要求条件，在那个特定的路段，然后这是可以循证治，就是它可以真的去量测看看，它挑几个路段去调整它的各种规则，然后去看说大家用这个新的习惯到底是让意外更容易发生，还是更不容易发生。但如果找两段式左转重点平台的话，可以看到说有很多地方政府真的去进行了这样子的实验，对于某些地方政府来讲，还真的降低了事故率；但对于某些地方政府在某些形状的路段，反而增加了事故率。所以我觉得这个并不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说以我们现在大家骑机车的习惯来看，有哪些配套措施的情况下，让它不一定要两段式左转，对于大家减少意外都是一件好事。那就那些形状的先做，而不是说从上到下说不管它是不是的调整，都必须在同一天去进行调整。但是我也觉得说都可能调整，这样就是不对的。本来就是在对它比较好的这个建议之下就是要调整才对啊。好，那有朋友问说你知道少了一个建国路在哪里吗？这个少了你是应该是在后座嘛，在后座上的你的建国路，应该是在明道中学的女士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就是从那边至少从 Streetboards 上面是这样子看到的。那如果这个不是一个表白，是真正意义上面的建国路的话，那我就不知道了。那有几位朋友们说，请问要怎么样子借阅啊？当然我只能是说没有盲肠就没有。那所以举例来讲，像我睡前会滑手机的这个，我怎么戒掉的话，那就是手机不要带到我房。我这个下班之后还会就是打电话回应网友的留言。那我自己没办法放松，怎么解决的话，那就是笔电不要带回家等等。也就是说，要解决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去看造成那个问题的客观环境是什么，然后改变那个客观环境。那这样就不用特别去戒掉什么。在那个环境里面根本就不太可能做这样子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要养成一个新的习惯的话，我有两个提醒啊，一个是说我们在调整习惯的时候，一次调整一个新的，你要同时调整两个习惯的时候，那如果舒服的感觉会加剧，而且很有可能两个都调整不了，所以一次只调整一个。那第二个是说新的习惯至少维持大概60天的时间，那60天之后就会觉得很自然，好像本来事情就应该这样子，而不是说你试新习惯试个6天然后又回来，那这样的新习惯就难以养成。只要用这样子的方式，其实任何人都很容易的形成新的习惯。好的，有各种各样子的人都出现了有90位朋友问我说，可不可以说一声“上班差”？这个也有说了，虽然我不知道我讲的什么意思如果有包含的话，请见谅。但是我有空的话再来查一下到底它是什么好了。是不过这个我好奇心蛮强的，所以我先来来查一下。原来是这样。好的，感谢这个 B 2 Web 的这个粉丝。
有当时我也听看到带下去的朋友问说，各位医生代表我们学校的素质啊，可不可以不要再问这些问题啊？我觉得这个素质都蛮高的，我觉得我们要创造一点啊，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啊。那当然，匿名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大家妈妈推上去的时候，心里都没有什么。比起那样举手，举手那个人就是等于是帮忙管理的，就像刚才就是大家都会可以说，这个疼痛你喝水啊，那但是实际上没有人真的站到前排来是一样的道理，他需要的那个实力啊是不一样的，对，所以我想我们通过创业就是希望大家不要那么被就是社会的权力关系所拘束，不要变成说好像你举手问一个问题。你要先去设想说，如果所有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很烂怎么办？在这时候便达成自己的情境，因为如果没有人帮你按赞的话，那这个问题真的会怎么样？但是你也不丢脸啊，因为根本不会跑到荧幕上面来嘛，荧幕上如果按照命令，已经没有很多人按赞了，所以就是在大家都不会觉得有风险的情况下，希望大家可以多一点创意。那当然也包含说，如果87位朋友觉得说这个素质真的不能再高了，我想这个民主社会各种各样子的想法都有了。我也很推荐大家能够多用 Smile， 那就非常可以了解到说怎么样子来运用这样子的空间去确保各种不同的人的意义上的看和各种意见呢都可以及时的出现了。那有80位朋友们都无影无影千好帅的这位朋友啊，想要问什么口罩实名制的想法啊，是怎么样子想出来的？当时其实不是我想的，当时是1月31号去，有两位公卫学者拿到了行政院的一个简报，他们说从1月到1月31号，从1月1号，我们知道武汉好像不太对劲，到31号集合各国的数据。他们算出这个新型的病毒的 R 值，就它的这个传播数，发现比当年的 SARS 啊要来的就是容易传播很多，所以他们就发现说，就算我们的疫情调查检测做得再好，只要大家不戴口罩的话，或者不到1/4的人戴口罩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封城，到最后就会变成跟武汉一样。那但是反过来讲，如果有3/4以上的人戴口罩勤洗手的话，那我们就不管我们的医疗做得再怎么。样子可能有漏网之鱼，但是它的 R 值就不会进行社区的传播，也就是说它的 R 值会低于。那这个很重要，就好像我们现在在讲气候紧急状态，我们就是说你一定要减掉多少多少百万吨的这个二氧化碳能量等等。那在这样子的概念里面，它有一个很明确的数值目标。但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我们不管它而它过去嘛，怎么样确保说在台湾的每一个乡镇区？每一个人都可以取得足够的口罩，或即使不足够，每个人都取得一些口罩。那包括反复使用啊等等的方式，来确保说这个疫情还是在可控制的范围里面。那为什么一定要医疗级的口罩？就是因为口罩如果比较好的话，这就是我也会一直都买医疗级口罩。除了它的就是过滤率比较好之外，也是它比较高，让我们来的住的之间也是比较热的。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我们就去把我们在每一个地方大家已经熟悉的，就是药师的条件训练身体防健的这个做法，把它调整成一天拿件二十万口罩。因为第一个这样子大家比较习惯，第二个药师讲的话大家比较会听。如果是面对上面的店员讲的话，大家不一定会记得那么牢，所以就在药师的协助之下，就开始了口罩实名制。那但是其实绝大部分都是冒昧的选择，那已经辛苦的药师实名我只是确保说，监管署的系统跟民间的系统，机关家也好啊，这个做的病毒也好，可以用相同的方式，每30分钟更新一次。在当时1:00的时候，我只是确保它资料的对接跟更新的频率而已。我知道之后2:00就是用 App 购买，3:00就是到电商上4:00就是买没有买的配额，好像同样的 FT 一样，被赴台湾的主持只要要求外交部至少要减到那个量的口罩。这一部分我们也比较非常多，但是我们不是一开始想到就是实名制的那一个愿望。好，那最后我们是要带来名字报告。那问说这个有没有考虑竞选总统啊？我是今天还没有40岁哦，按照宪法40岁才能够竞选总统啊。不过我后天就40岁了，然后我还是没有考虑竞选总统。那主要原因就是我并没有任何。那我知道说，在这种全国性的选举里面，完全没有
整个完全没有那么开的话，基本上在目前的这个城市生态里面是不太可能的。那我现在在成为的这个情况下，我也可以说，我选每一边站，任何党派，他只要愿意开放政府的新民案，那都是很棒的事情。但是我如果因为要竞选总统或竞选什么直辖市市长，而必须要选择一个党派或一个阵营的话，那我等于就是让对面的那个阵营说，那你现在在做的事情，他们就不愿意加入。我们好不容易才让立法院的四个党派现在都说，开放国会是他们愿意支持的，深化民主、国际连接，但别的事情都可以吵。这两件事情好不容易取得了共识了，那我当然不会再因为我自己要参选的关系去让这个共识让它降低或者是上面。所以我在做的是参与式的民主跟代议民主有根本上面的不同。好的，那最后一个是说可不可以配合沟通我们台长。那我们一般都是大合照，就是我会坐到后堂，那我想是坐到这个中间啊，那就是从上面拍下来。那么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接下来要去 Netflix 啊，可能就只有就是拍大合照的时间，真的很不好意思。那如果大家有肖像都抛弃肖像权嘛，大家在 Flickr 上面也很容易找到我的照片，有些还是事先去拍过的啊，所以大家随便怎么 P 图都往前照，我绝对都不会有什么反对的意见，而且都是保持着欣赏的态度。那我们就先开始一个从上海拍到底下的大合照，谢谢大家，谢谢。